天津静海区昨天下午5:30左右遭遇了龙卷风。据气象雷达监测，龙卷风持续了10分钟，导致静海区静海镇西五里村一处民房倒塌，多处民房受损，电线杆被风吹断，部分果树受损，一位老人轻微擦伤。东方卫视综合报道。